你们之间是有什么误会吗？花生，他小的时候的确是在这上过学，因为他是特殊儿童，我也就对他特别的照顾。但是后来，他就养成了一个特别的嗜好吧，怎么都纠正不过来。什么嗜好呀？你要买点什么？ 变态，买不买？买不买？不买则。华山，你看看，这是谁呀？哎！哎！你在这等他，我去。你快去！这世界很酷。